阿弥陀佛，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看《感应篇》的第90偈，这个以下呢是无忌惮的做，怨天尤人，祸风骂雨。他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好，他说：“阎浮世界，素好欠缺。”阎浮是梵语，里面就含着欠缺的意思。这个世界的人，古人常讲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所以这叫娑婆，不叫极乐。那么称心如意的事情呢，太少太少了。我们不能够称心如意，一定要晓得这个业因果报啊。我们造的因不善，我们累积的福德不厚，怎么能称心如意？佛给我们讲的，我们确实要记住，不但要记住，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去做。太上也是勉励我们，积功累德了。这句话重要啊！如何积累呢？佛教菩萨六波罗蜜，那就是累积之道啊！第一条教给我们布施，布施我说的很多，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为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我们用财，这是财布施；我们用我们的劳力，去服务做义工，这个是。内财布施，用我们的智慧是法布施，替人家解决困难无微布施。布施里面都讲圆满了，其他的都是讲布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的。布施这一条是总说，后面五条是别说别说里面第一个持戒，持戒就是如法了布施要如法。我们今天讲的是或法或情或理这个就是持戒波罗蜜。为别人服务也要有方法，有程序，有次第，有条不紊这些都是在持戒波罗蜜的范围之中忍辱只要耐心精进是不断在求进步天天反省，天天改过，天天求进步。禅定是自己心里面有主宰，不会受外面境界诱惑。智慧
是对于一切事理通达明了。啊，由此可知，后面这五条都是讲帮助那个布施波罗蜜的，啊，使你布施做得圆满了，你的功德了，踏实啊，真实啊。一切时一切处，遇到有困难的人，我们自己还有一点力量，就得要尽心尽力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决定不希求果报。我们这个布施是清净的，啊，布施绝不分别贫富贵贱，这个布施是平等的，啊，清净平等的布施就是菩萨心呐。常存此心呢，就是菩萨道。所以我们在不称心的时候，一切事情不能如意的时候，要反省我们自己啊，积功累德很薄这一切不如意的境界，这是果报，应当要受啊，在受里面要反省啊，如何来改进啊，提升自己的这个境界啊，累积更大的功德这就正确了。如果小小不如意就埋怨老天不公平啊，别人对不起我，错了啊！啊，这个是自己在造罪孽不但不能够转祸为福，而且加深自己的罪业啊！可是这种现象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很多啊，为什么呢？那还是佛祖古圣先贤所说的，没有人教他了，他不懂事。佛经上常说可怜悯者，这种人真正是属于可怜悯者啊，所以这个怨天尤人我们一定要懂得啊，这是决定的错误啊，而且这种恶业我们决定不能犯啊，时时记住佛对我们的教诲。第二句呼风骂雨啊，风雨是自然现象，这有什么过失呢？这个在现代人讲，这个没有过失啊，啊，而在佛法里面来说呢，这过失很重啊！为什么？佛法的修学叫人转凡成圣，千经万论所说的，实在讲只有两个字，一个是成，
一个是静。你看看这个现象，尘没有了，静没有了。古时候不要说是修行人，读书明理之人，遇到这个自然的灾变，这个时候啊，这个心特别真诚，特别的恭敬，以沉静呢来对一切灾变，他心是定的，不惊不怖。我们在这个里面，他也引用到这个古时候啊，这个《趣离》里面所说的，若有疾风啊，迅雷甚雨，这甚雨是大雨，好雨，必变呢，这个必变就是格外的恭敬，格外的谨慎，在这个时候，纵然是夜晚。多半他也起来，衣服穿得整整齐齐，静坐在那边。这现在人不懂了，现在人也不会这么做了。纵然是读古书的人，也不见得这么做法了。可是佛门里面还有少数人。在这个突变的时候，他会起来，衣袍穿得整整齐齐，恭恭敬敬，到佛堂里面去静坐，或者是念佛，或者是经行，佛门里面还有，那么这个地方，引申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遇到任何的灾变。都要以沉静心来应付，可以化大灾难为小灾难，化小灾难为无灾难，就是沉静能转变那么所有这些灾难，我们在楞严会上都曾经说过。它的原理就是佛说的依报随着正报转，所以是静随心转这是真的可是我们凡夫不行，凡夫什么心随境转，遇到这个境界了恐慌惊吓这是你心被静转了如果你冷静下来思过忏悔反省改过自新能化解这些灾难灾变呢？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